看到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的贪嗔痴。鸽子蛋、蛇肉汤还有猪脚出现在眼前，米先生团员一凡却站得远远的。小时候做到关于蛇的噩梦，产生了阴影，但他恐怕也没料到长大后竟然要跟蛇一起拍 MV。 我知道我们也因为这个电影去学到贪嗔痴是什么意思。对，那分别代表蛇跟鸽子还有猪。米先生为周楚除三害量身打造片尾曲，透过浑厚爆发力嗓音诠释电影里的激烈打斗戏码。只是电影入围金马七个奖项，却没有入围电影歌曲奖。金马本来就离我们比较不在我们的想象的这个，但因为大家突然把我们跟这个奖项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反而是开心的。十月份国片大爆发，由林美秀和邵雨薇主演的《恶女》，由金曲歌后艾怡良亲自填词谱曲献唱。和邵雨薇多次见面，在了解角色个性后，耗时半年完成歌曲。惊悚片《女鬼桥二》则是有白安现身。I don't wanna be你放弃的样子。电影监制担纲歌词顾问，确保观众看完电影后，坐在影厅里听着歌曲，更能体会主题核心。TVBS 新闻许嘉瑞、杨慈莹、洪一婷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